力宏爆出丑闻后一度暂停演艺工作，风波过后，他先是在美国以及泰国开唱外，25日跟惊喜宣布即将于9月9日和10日回到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这次特别邀请到香港演唱会之父金广成担任演唱会总监，就连香港的灯光设计师团队和香港著名的舞台设计大师都被邀请一同作业。此外，他还邀请来 James Wilson 组成国际乐手的天团，消息一出，让不少粉丝都相当兴奋呢。对此，宽姐也表示，回到台北，力宏有一种斗士的精神，就像歌曲里的歌词说，哪怕一生是无尽的战役，哪怕一双手空空只抓住自己，他不是那个所向无敌的超级英雄，他不过就是血肉之躯，像是竞技场中的斗士，赤手空拳，随时一无所有，他以音乐证明他自己。